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Good.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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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 on me. Run like a stallion. Hi. 我们到了，嗨，终于到了晚上十点。明天这边还蛮冷，那个公园还蛮冷的。哦，一下。虽然我觉得这些片段最后都会被剪掉。丁丁，看看我们的 motel， 看一下，就两床，还行。起的都好早啊，结果哥哥们别跟着我了，你们要超我就快超，但超不了我开不了太快，太怕了。Hello， 我们要进去了。哎妈，挡着你了。Hello， 我们要进去了。我们到红山了吗？我们到 Kings 了，这两个是挨在一起的。明天还得开一遍车。对，害得我一身汗。我刚刚这半边是麻的，整个人就尤其那后面那傻逼还在那里。我们进来了。我听见欢快了。喵喵，这是个啥？啥歌来着？欢不欢快不知道，但很吵。早起来，早起来。要去这个 Central Country。 哦，到了是吗？没到啊。哦，还有点三万呢。哦，这个是那个无限车间。哦，还有 gift shop。 最后一站行驶800英尺后向左转。哇，这路够曲折的。稍向右转，然后您即将到达目的地。哦，这有车场，这有个停车场。哎呀喂，好嘞，好嘞，到了，到了。您已经到达。哦，就是那棵树。哇，好大的树，来看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哎，我们到了，好大的树啊！好大的树，这是好大的树，看一下。啊，还是有点冷的。这里好像有一个 trail， 它长在坡上，好大呀，好大！这个树都有几百年了。
不知道，我感觉他那针是不是能进去，但应该也进不去，不要分数。这个树真的好高啊！把那个名字也抬走。这个树得多大呀？比我大，比我也。观众朋友们看得见吗？在这儿修沟，看我们进去吧。Hello， 哎呦，这黑不溜秋的。我第一次到帽子上戴着口罩。哦，这里有啥呀？哦，嗨，哦，这还有一棵大树哎，我们来野餐啦。Lake， 小瑞士，这里还可以打排球呢，可以滑皮划艇。的山好有点吓人，我们在努力的爬。我感觉马蹄湾那个路也是这样。谢谢他喜欢这种好心人，强烈谴责今天上我这个房车，把我给我心态都快给我搞崩了。给你们讲一个鬼故事。这个万丈深渊发现一只拖鞋，就前面就是悬崖，还有一只拖鞋去哪儿了呢？好问题，不要拉的我。哇，另外一个鬼故事，天哪，口罩，哇，这有一个口罩，好恐怖。到了这个山景步道，我们现在去徒步啦。走多少？走0.3迈。这可以吗？看看，那边有一个人躺吧，那有个人。
好漂亮。左边这有个餐厅，我们一会儿去看一看物价怎么样。这里有那个冰箱贴，还有明信片，钥匙扣，好可爱。嗯，嗨，我们去吃饭了，我们现在终于手机有信号了，打算去吃一个日料。嗨，朋友们，我们又换了一家店，刚才那一家店太难吃了，看着就不好吃。看一下，我们换的这家店叫 J-POT， 台湾菜，很多人推荐。对，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问小红书。对，好吃，好吃，不好吃，不好吃，我发现在发个小红书投诉呀。电影院也是，对对对对对对，这电影院老高了，给你们看看。对，看起来是还蛮多。看看这个店的菜单，我的妈呀，大城市。今天是我们第二天，我们今天打算去红山国家公园看大树，又是看树看树的一天。我们来体验一下弯曲山树。嗨，哦，还有樱桃啊，还有一袋番茄的，嗯，西瓜，这个是什么呀？哦，什么果干什么的。还有什么菜，各种菜。再买一盒草莓，买一盒草莓吧。来，为大家看看。哦，对，蜂蜜，那旁边的菜。This one gonna be 11. OK， 好，大家，我们刚刚体验了弯曲三苏之一。香巴佬在哪里？哦，我们推荐一下你们来这个店。对，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门口，它叫。看一下这个乡巴佬水果站，推荐你们来哦。笑死我们被堵在这儿，看看我们后面有多少车，看看我们前面有多少车。哎呦，要不我在这里。开始排队进场了，看看前面有多少车，看看前面那一辆白色的野马，看看超过去，超过去我们的那个马自达蓝色的，他们不是都在这儿？后国们都被挡在这里，都堵在这儿。也并没有好在哪儿，也并没有比我们快多少呀，他们还在那儿吗？在我们视线范围之内呀。我们有年卡，就是快。冲呀！我们进来了。哎呦，开始绕，说两句，开始绕，开始不停的绕，绕死了，真讨厌这个路。哎呦，啊，自行车，又是他，看看自行车老哥。哎呦，拍着了。哎呦，他有那个哦，又堵车了哦，在绕自行车。看看自行车老哥。哇，你看人家这体力。哇，他们还自带那个灯。In a quarter mile.Turn right. 往左是那个 King's Canyon， 往右是那个 Turn right. Oh, 比那边更窄的感觉。对，那个老马赛我哥是在漂移吗？我们进山了。哇，好好看啊！大家看看，感觉在那边窄。嗨，我们到了这个山上。哇，看看，哦，下面真的好高的。在车上吗？前面看看。
去前面。哇，这个马自达老哥好牛逼！看看，我觉得我今天是可以穿我的靴子的。昨天是冬天吗？哇，看看马自达老哥像一个哇哦！他真的好厉害呀、啊！啊，这边冷，我觉得就是我们昨天那个地方，就是下山了。嗯，这边一直在山上。嗯，真恐怖。待会儿是张姐、张总的，就是看张总、哎、张总的胸胎，张总的胸胎。对对，秋名山时间，就秋名山车王。我给你放一首漂移。那个下面的那些石头是干嘛的呀？你是不知道，好怪啊！看看，我感觉在电视剧里见过这个。哎，对，我上一次见到这个还是在《盗墓笔记》的电视剧里。哦，对对对对，是不是玛雅人的遗迹呢？好问题。你也去过一个。不知道是。好，向左转。左。好，向前走。你要下去就给成都人下去。嗯，在这儿再拍拍。不知道他们落这是啥意思吧？过来挺稳，我看看。打到了十几个亿。嗨，夏姐，笑死！自己给拍摄，不要害怕，勇敢的往下跑，很好。哇，这摇起来的烟。还在拍摄中哦。太好笑了。现在这三个人很像三个小人国。看他们又回来了。又回来了。上坡倒不是很狼狈。有点自豪感，嗨，这位狼狈的兄弟，嗨。前往那个巨树的路上，往哪走？应该往这儿走吧。他只有这一条路。那是不是往这儿走？哦，那跟着旅游团走。好的，咱们加入他们，大家都是夕阳红，大家都是夕阳红。我们在跟着这个夕阳红旅游团，在这儿。我都不知道去路，只能跟着他们。对。总觉得那个 bus 是不是就是免坐？他们好厉害啊！他们比我们能走。我从这个停车场走到那个 train 要走十分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走到。他们好厉害哇、哦！老爷爷老奶奶比我们都厉害。老奶奶都下楼梯。我奶奶下楼梯可飞快了。我的妈呀，他们扶都不扶，他们扶都不扶就下去了，他们走的比我们还快，他们就是不扶什么楼梯之类的。哇，他们连个对拐杖都不拄，哎呦，走的比我快，身手矫健。看看我们到了这个，叮，在这儿。哇，这个山上还真的挺冷的。天气预报今天总是没有骗我啊！如果我们昨天就是一直待在那个山上，估计也挺冷的。
昨天真是比我热，又热灰又多，就全是土，全是土。昨天，我这时候他就正在那擦鞋，全鞋上全是土的。我的那个黑色的鞋变成土黄色。我看看看看这一位女士，人家怀着孕。看看下面，好多树啊！看看上面，看看就是这棵树，巨大。看，这里下面人就有这么大，这棵树有这么高。拍一张，拍一张。看这边这三个人，挨个看他们的脸，有一个人独自美丽，有两个人非常的颓废。嗯，我们好疲惫，我们好疲惫，进停车场，定停车场不容易。我们现在打算先去那个 museum 转一圈，然后去坐 shuttle 去那个 tunnel lock。 嗯，这个 museum。这有棵大树，看麻木了这树状。看这个树有自由女神像那么高吧？哇，好高哦！它比自由女神像还高。哦，天哪，不可能啊！哦，好矮啊，好可爱。嗯，这个好高，好幽冷，我操！这个树也忒高了。哎。我们在坐 shuttle bus， 我们打算先坐到 rock， 然后逛一逛，然后再坐到下一站，然后再坐回来。它这个路真的很窄，它只有一就是单行道，所以它就只能坐 shuttle 上去。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爬这个 trail 上去，上到顶上，超级高的这里啊，累哦，嗨哦，这里真的好高好高，手嗨，好恐怖，好恐怖，不敢往外面看。嗨，我们在这个地方哦，它这个上面还有，它这上面在这上面还有这么高，我们不敢爬了。我已经腿软了，我有点想试，但我这会儿好累。你去吧，我在这等你，我们在这等你，我不敢爬了。昨天那两边都没有，那个空的，那个上面我真的，我看了腿都发抖。嗯，我上去了，拜拜，加油！哇，那上面还有啊！他那个人那个地方，我还是要绕进去对吧？就是他从那个地方穿进去，然后再上去。哇，那个人好勇啊！哦，那个人好勇，勇，加油！招个手，嗨，看到你了。这是 tunnel lock。